粉丝提问：如果吃鸡删除所有防具会怎样？现在的吃鸡中有头盔和防弹衣，那么如果这些防具都被删除，游戏会如何呢？将有四个变化：一、全体 7.62 枪械大加强。为什么 7.62 枪械是大加强呢？大家都知道 7.62 武器中伤害最低的是 M762， 伤害为45点，但它的爆头伤害为109点，可以直接一枪爆头击杀，其他的 7.62 伤害都比它高，都能一枪爆头。像现在吃鸡没有防具了，头盔自然也就没有了， 7.62 枪械都能一枪爆头，所以 7.62 枪械都得到超大加强。二、喷子大加强。现在版本的喷子伤害是超级高的，像 S686、S1897、DBS 单发伤害为234点，如果敌人穿了三级甲，基本上都需要两枪才能击杀，除非是完美命中。和现在不同了，防弹衣没有了，只要命中一半的弹丸都能秒杀，喷子随便喷喷就是一个头，绝对是大加强。三、 AWM AMR 十字弩超级加强。不能穿防弹衣和头盔了，对于这三把武器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好消息，因为他们的基础伤害都超过了100点，也就是只要打中身体或者头部就是一枪秒，实力提升了一大截。四、钢枪会减少。现在因为没有头盔和防弹衣，每个人击杀别人都超级快，像步枪打身上三枪就没了，大部分狙击枪只要两枪，有的甚至只需要一枪，击杀人的速度太快会导致玩家不敢钢枪，因为太容易死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认为还会发生什么呢？欢迎关注三连哦，我们下期见。